来，宝宝，来，这个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相框。相片。对，这里面是相片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个框，把它放起来叫相框。相框。好，来，宝宝，这个是星星的正面还是背面？背面。这是正面还是背面？正面。正面就是前面的意思。反面就是背面的意思。来，宝宝说前面。前面，后面。后面，对不对？也可以说是正面。背面。或者是说正面。正面。反面。对。好多。好多词啊，对呀。来，这是星星的正面，就是前面。好，来。这是星星的背面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星星的屁股？星星的头，好，来，把星星连在一起了。我们今天把这本做完，我们下次就可以画新的了。哎，最后一页咯。哇，好漂亮的，好漂亮的天空哦，美丽的星空，夜空中有星星和月亮。来，宝宝，我们来贴上星星哦。星星在哪里？有没有星星贴纸？星星贴纸有哎，在这里。妈妈给你好多星星贴纸，星星贴起来了。Starry, starry night, star shine, number number one, number two, number three, four, five。记不记得那首歌？好，我们要不要再唱一遍？就是数星星的歌，有没有？它总共有 12。好了，宝宝，你看看现在总共几颗星星了。我要来数星星了。你在看什么？在找什么？找谁？在找谁？你找谁？我找什么掉了？什么掉了？有东西掉了吗？有啊。是相框掉了，掉在地上，刚口一声，对不对？妈妈有听到掉了东西的声音。来，宝宝，一二三四，好，四加一变成几？等于五。五加一变成六。怎么贴到房子了？星星要高一点了。六。六加一变成。这个呢？那你把它拿起来。那么记得总共有十二个星星，我们现在数一数有几个了哈，我们待会才来得及数。One, two, three， 好，然后 four， five， six， 这样这三个一组。Seven, eight, nine， 只有九颗星星，然后 ten, eleven, twelve， 我们自己画好了，好不好，宝宝？我先拿着。好，你先拿着。我们来把星星的歌唱完就可以吃。宝宝，你看妈妈画星星，星星是怎么画呢？宝宝，你看哦。哎，宝宝，你看妈妈画星星了。
一个三角形，老板你看一个三角形，再画一个三角形，两个三角形变在一起，哎，还不可以，妈妈待会用盘子倒出来，我们用叉子吃，现在不可以，不可以打开，要的，没有，你用手拿着，妈妈知道你想吃，用手拿着，用手拿着，用手拿着就好了，不可以开哦，我们要唱完星星歌，你看妈妈画星星，宝宝，宝宝你看妈妈画的星星像不像？像，又一颗星星了，又一颗星星了，好了，把它们标上数字了，宝宝，哎，宝宝看这里。One. 好，来，宝宝，你看 ，one, two, three. 好 ，four, five, six, seven.这是 S， 这是 S， 那是对，有点像 S， 但是是5 7 8 9好了，这是 10 11 12，好了，妈妈要放歌了，好不好？放完歌我们就可以。Thank you.
吃果冻了。还没有，宝宝不是这样吃的，宝宝不是这样吃的，妈妈给你好好弄。等一下，不是这样弄，宝宝。来，我们先把桌子收一收，收干净。这样吗？等一下，对，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上次在录影的时候，我们是直接吃，对不对？但是直接吃是不好的，我们最好把它倒出来吃。妈妈拿盘子跟叉子，我们倒出来吃，好好的吃。因为录影那边没有盘子。对，那边用盘子很麻烦。我要下来的。